像我们的生命，就在一瞬间，璀璨如火焰。有一百种语言，我的学校因为是有一千种声音，万里我们开始全世界都听到这呼喊。我上网的时候，只是我们的梦也在网上，我们玩了很多的游戏。为什么要在家上网课？老师回答，因为有一个新的病毒叫新冠病毒。没有了杀戮。